台中站，下一站是台中站。啊，终于坐到一站了。出来玩的心情真好，放松了。我朋友要来了，等下再录影啊。你小树，你看好漂亮哦。第一次花到那么平价的东西住那么漂亮的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我还蛮满意的呢。哎，你闪边吧。哦，你看，这还有星星哎，布灵布灵的可爱星星，你们看。Hello， 我现在在。台南的安平小树，你看那门好特别哦，一个圆滚滚的，很漂亮哦，这个风景很美哦。要等我一下，我穿一下鞋子哦。啊，这些，啊，走走晃晃一下。你看。别吧，转过来。够特别的吧？嗯，特别。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走。嗯，好的。我无意间经过了这家好特别的店哦，可惜打烊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们再去换别的地方。啊，在台北的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叫做人情味，人与人之间好像都是一个有距离，所以我选择来在台南这个淳朴的乡镇，满满的人情味。我也是南部人，半个南部人，因为我爸住彰化，所以我也是南部的。嗯，走走，看看，走马看花咯。我不是个现实的人，可是我常常都不小心被现实给挂上去。哇，好特别哦！这里很特别，很漂亮。哇，好复古的东西地方哦，这就是台南。
满满的复古味。我们走。这里有什么东西？好特别哦。什么？好好玩的感觉。好特别哦。这都高高的，这个取暖吗？我想进来看看。按摩吗？好可怕。这是什么？这样的小小的院子好像也不错哦，这不止三个院，这好几院。对啊，这是咖啡店。好特别的咖啡店哦，等下找江杰宇起来喝。现在走到这边，这是什么啊？安平古堡吗？安平古堡。入口，原来安平古堡在这边哦。安平古堡，然后珍珠奶茶。我收到了台南天后宫，目前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。